起攻略》是由东阳欢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出品，会接动指导，秦岚、佘诗曼、聂远、吴谨言等主演的古代宫廷题材电视剧。该剧讲述了清朝宫女魏璎珞在富察皇后的帮助下一步步成长为正直坚强的宫廷女官，并且与乾隆相知相许，共度难关，成为相助乾隆盛世的令贵妃的故事。剧中有一张熟悉的面孔，曾经单纯又善良，如今饰演心机女，她就是饰演淑妃的李春爱，原名李明珠。曾经李春爱在电视剧《武神赵子龙》中饰演赵十妹，是一个单纯又善良的小姑娘，她是赵子龙从土匪手中救回来的，作为义妹一直陪伴在赵子龙身边，她全心全意守护李兄，默默回报着她的救命之恩，最后为了救赵子龙死在了耿春手中。剧中有一段赵十妹被马飞劫持的戏，引出了一个鼻孔事件，更是引发了一次鼻孔演技大比拼的热潮。李春爱非但没有生气，还说以后表演会更加用心，争取不让网友拿到自己的把柄，真是单纯又善良哦。如今李春爱在电视剧《延禧攻略》中饰演了淑妃，她善于玩弄手段，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的心机女，刚进宫没能得到皇上的宠信，于是就想借皇后之手接近皇上，被明玉拦截之后又投靠了高贵妃，屡次给高贵妃出谋划策陷害皇后，所以最后的下场也是十分惨烈。不少网友说淑妃看着就讨厌，可见她的演艺功底十分了得，无论是武神赵子龙中单纯又善良的赵十妹，